即係會唔會係而家自從東北嗰個計劃咧出現咗之後咧，即係政府放咗風之後啦，咁而家啲地主可能同農民之間嗰個爭拗或者即係個關係會惡化咗咧？好多惡化好多，增加咗好多地主同農民嘅矛盾。嗯，點係邊方面嘅矛盾啊？例如邊方面嘅矛盾？佢到咗你租約期滿後會大幅加租。趕你走，咁本嚟我哋有利用價值嗰陣時係租佢嘅地，喺度種菜，喺度維生，咁樣佢又可以收到應有嘅租金，咁呢啲係以前大家和平相處嘅時候，但係地產因為地產嘅發展啊，土地嘅價值用途唔同咗啊，咁變咗佢同如果租約到期，基本上好多都唔係好想租俾你嘅，啊，甚至大幅加租俾你走，你快啲走。